哎，上班了啊！今天上班了，上班了啊！今天上班第二天啊，对啊，好烦哦。还好啦，昨天经过一天，今天心情比较好了吧？真的啊，还是比较好一点的。他今天还来再讲个笑话有吗？哦，每天上班都要讲一个笑话，你以后要付钱给我吗？好，讲一个。我老婆昨天晚上又问我，真的？对啊，问我说，要是要用，所以你写的那个我先擦掉，好啊。等今天课程结束之后，再写上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懂了。啊，上班都会这样，不要理他们，然后继续讲一讲。好，再继续讲。我老婆又问我说，哎，你是喜欢我的三名水秀嘞？前面的三名水秀还是后面的悬崖峭壁？啊。我说都经过921了。